天都黑了，我跟我不排，这非得来，来人也不爬。没事的，真胖你，一条发又都拔出了，爬，爬呀，还有那么高呢，啊，啥人呀？啊，打电话爸爸。 你大哥，快要爬山，本来就沉，我已把电话放假了，放心吧，我带着独立通信的智能手表荣耀4呢，接打电话、支付啥的都没问题。好惨哦！你敢说你不说你自己胖呢？啊，说那个了，烦死，受不了了。那就坏了呗，电脑满6个半月，手表没电了。没事，你俩多唠会儿吧，让我歇会儿，这手表续航10天呢。 我唠唠下山都没问题，要倒两口气儿。过来奶奶，我给爸修了，这样的爬。我要等我带爸爸再爬2天，等爸爸疯了再回家。哎呀，别怕。来过来。